这个不方便回应。法律的东西不是我的专业，所以我们都交给专业的人在处理。婚姻也是一种法律，法律的事情我不回答。No no。哎，不然我们交换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拜托不要。哈，我的更糟吗？没有，就是姐姐好难当哦，姐姐真的不好当哎，所以奉劝大家没事不要当姐姐。我觉得其实怎么讲，也是很久没有看到她啦。但是如果生活，她很懂得过生活，能够好好过生活也是很令人珍惜的一件事情。这个我们都要好好学习，我们都太认真工作了。旁白哥抱抱吴珊如抢娇娇耶诞辰八年主持棒，郭书瑶回应弟弟涉共谍案进度。私底下吃饭就跟我说，哎、欸，你知道今年新北耶诞辰你主持嘛，对不对？我说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你这个消息有出去了吗？他说没有，我跟你搭档是。然后我就第一次想退掉工作，啊，真的对不对？是吴珊如接下新北耶诞辰主持棒，开记者会宣布卡司阵容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求他的搭档主持人杨明威。大家就吃饭聊天，那我们就来玩那个英文的接龙，好 ，S 开头的字简单嘛，对 ，super 啦 ，sexy 啦，对，都可以嘛。然后我说来，换到你 ，S 开头的字有什么？他就想，他说哦，英文我最不擅长，想，他想到一个 ，so。今天现场有一位神秘嘉宾也出席我们的记者会，哈，应该不是我爸吧？No. 哎，还来了瑶瑶，新北市比较不冷是吗？穿的超辣的薄板面，吴珊如颇有微词。我好像不能再大了，我每次看到他都会想，好了啦，超大杯，到底想怎样啊？他竟然讲说他今天这样子是拐杖糖，拐杖糖人家是直的，没有这种拐杖糖。郭书瑶的弟弟日前涉共谍组织，被以违反国安法等罪起诉，必要先问姐姐这题。就是也是有看到新闻，然后也是交给律师处理，然后详情的话就是都是律师在。你有看到吗？有的。哦，这个不方便回应。法律的东西不是我的专业，所以我们都交给专业的人在处理。哎，不然我们交换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拜托不要。哈，我的更糟吗？没有，就是。那个弟弟他很认真经营牛肉面，对他的那个想法是什么？对他的想法就是说，哎，你会不会想去当瑶瑶的弟弟？老唐牛肉面第三代传人这件事情，他竟然是有武功秘籍的，然后他是不给大家看那个食谱的，然后我就心想说，拜托，我是你姐耶，这样他就 no， 就是他觉得家贼难防，不能讲就不能讲啊，我又没有真的要怎么样，然后他非常保护这个，他是认真的啦，认真的事业这样子。弟弟的厨艺打几分？我觉得先给他个了五六分好了，因为毕竟是人家传给他，又不是他自己研发的，满分100分。弟弟加油，好不好？对，不要再谈恋爱了啊！那你觉得他女朋友是怎么样？乱讲话。他很可爱啦，我有碰到面了，就是可爱这样子。先有后婚，爸爸有晋级的意思。哈，我觉得这个就哈，这我很难回答哎，会不会？我现在讲会不会已经来不及了？我哪知道啊！婚姻也是一种法律，法律的事情我不回答。No。哎呀，从以往新北耶诞辰主持人黄子佼手中接棒，他怎么看这位出事的前辈呢？我觉得其实怎么讲，也是很久没有看到他啦。但是如果生活，他很懂得过生活，能够好好过生活也是很令人珍惜的一件事情。这个我们都要好好学习，我们都太认真工作了。三立娱乐新闻，在家没事就是好好生活报道。